就完猜蛋，任何你看过的电影，感觉一个感猜，我觉。得相似的电影感觉起来差不多就好了。好了，快啊，剩三十秒了，要多久？多他那个就是金戒指哦，要你们干完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这史诗超级无敌大巨作哎、欸！我爸那年代的电影好好，没关系，你再怎么吵也只剩十几秒了。到底？哎、欸，我是觉得，也只剩十秒了，十秒，八七六五，阿基白，可以，怎么还有换慢一秒、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没看过。阿比，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知道。这是我想象的那个吗？阿比，你在干什么？這個、你需要用一点想象力，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太难了。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。我靠！泄题奶油丝，猜出这个电影版叫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猜题没有限时，对不对？哎、好像也有，好像哦，我不确定哦。可是第二个我不知道这有电影啊，我只能乱猜啊，就猜这个。说到我们木想到什么？对啊，如果照那个说的，你们看这个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的结。哎、欸，不能剧透。这个吗？我查一下。完美。好了，随便猜啦，就这个了。谁猜我？对啊，这是游戏，这不是电影啊。小雨，你刚才那个绿绿的是什么、啊？你们说的那个什么？被盖起来的东西有听电影吗？哎、欸，我猜你的、欸，泽平。哎、欸，你应该有看过吧？那个 H 是重点、啊。我不懂啦！你懂啦！我不懂啦！真的吗？小绿，你不要吵架！我真的不吵架！哎，我真不该脱稿的、欸，可恶！你猜题好像真的没现实哎、欸！你过稿一下就知道那是什么了。可是这个不要啦、欸、不可以啊！下面跟那个被盖起来的东西很像，烂、欸、透了，谁要看这个东西啊？就像谁要看这个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一定虚啊！我先看的东西好像标靶，好想射哦！标靶，你想射了是不是？没了，不是，是公大伟，公大伟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是这个吗？对好 ，Google 一下。哎、欸，剧透，所以我已经好紧张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因为猜题没有实现就这样好不好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哦，这太难了吧！这个太难了吧！阿比，你整我阿比！太难了。我决定要盖那个了，阿敏，你正在整我吧？其实我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那个东西耶、欸。大家呀，阿敏，怎么盖？这个，我怎么连续盖两个长得很像的人啊？可恶！你正在整我，阿敏。我先把这个盖出来就可以了。意思行就好。哦。这个要怎么盖啊？救命！有 feel， 把那个 feel 盖出来就好了。对，这个只要盖出这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小一点，不要太大。比刚刚那个好盖多了。有点难。先盖个小的。速度！我要速度在那个啦，卤味摊呐。这想死了。哎、欸，这很难盖耶、欸。大家加油。对，你们没讲到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在讲什么？你们没讲到。对，莲花的马甲。好了，我这样看一下。在哪里？我记得素材库有可以丢。素材库，好想要素材库啊！先盖个那个东西出来。然后不过主要的是盖啊。眼睛。模组是没错啦，可是素材库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！完了！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要猜不出来了，没性别，我怎么证明没性别？法师崩溃。啊！可是，好啦，要多久？好像不像哎、欸哦！完了！盖那么快要干嘛？很聪明。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聪明、啊？完了，不像。绝对不会猜歪，谁猜我的？应该可以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吧？为什么你们都猜歪了？跟你讲，我看一下隔壁是谁。哦，是瑶哦，瑶，我猪盖得很好，很好猜。我怎么会知道、啊？
你刚那个，哦哦，没事没事。完了，鬼妈，怎么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是没看是不是？我是我枪没插，我枪毙。我一定要大一点。盖得很好，真的。这样懂吗？我超尽力的，巧克力，你加油！我完蛋了，谁会懂？谁会懂吗？剩下两分钟喽，两分钟喽。那好像有一点 feel 啊，我只能祈祷下一个人了。泽平，你不要勉强了，你不要勉强了。我有点突然觉得有点不行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，可是我现在看来得及，要死了，要死，真的，要死了，真的要死。哈哈，我已经努力了。有，嗯，里面剧里面的东西通通出现了，这没问题啊。有啦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有 feel 了，可以了。啊，真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盖不出什么好的东西，好不好？盖不出什么好东西，你们本来就盖不出什么好东西呢、欸。对啊，超强，盖超好的、欸。时间哦，重点是时间有限，嗯。限时之后，那个所有的水准就降到跟黑雨一样。我的水准不是常人能了解的，可是真的。各位才能克克，怎么可能？嗯，让我演讲啊，这样子念。没关系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什么管？反菜的不是我，我做的好棒。不负责任的发言。剩一分钟喽。剩一分钟。哦，哎，怎么？我做好了。哎，好，法师，不然你想怎样？定高低了啊！定高低了啊！法师没被三重打过是不是？好，完全没问题了。被三重打过。时间有限，能够这样，我觉得完美了。算了，就这样了，不管。不管。你们都放弃了，放弃挣扎了。一次三十秒也没什么好不放弃的。直接按确认就好了啦，孩子们。哎，二十秒。按下去。加油！最后十秒。天哪！可以了哦。压力好大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。五秒，你就知道盯到最后一刻哎、欸，可以喽，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我知道，那个叫什么？Google 知道。救命！求救！这是什么？看起来请问这只还是卡通的？哈？什么东西？这个哦，这个的，了解。巧克力，你懂吗？懂。是电影啊！这是什么？我有看，这很好看，好不好？秒猜，可以的，那个你一定可以。小雨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那部电影啊。阿比，完美啊！没关系，把那些物件都拿去猜一猜就差不多了。东哥，你一定可以的，那个是神作。神作是什么？真假的？这个是干嘛？这个要干嘛？那个是魔王。我看得起来。不知道是什么？我觉得比较像那个，绝对不是。那是魔王，不要理你，我不要理你了。哦，哎呦，聊天室好猛哦！盖的好什么？不要看聊天室啊，要靠自己好不好？这到底是什么啊？阿比盖的太完美了。不是什么？你们这样猜，到底太神了吧？这什么？这应该就是哪一部电影？没有。你们可以拿去 Google 以图搜图啊。最好啦，最好搜得到。到底是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我搞不好你搜得到我那个哦。法师，说你真的，反正我就猜这个啦。法师，快点啊！小雨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哎。你先看那个人，那个人猜出来之后，反正算了算了，猜不出来啊。可以啦，你看一下。阿比可以啦，你就猜就对了。到了。好烂，阿比猜就对了。我们就前面这到底花了五分钟都只能盖出这种东西吗？猜不出来。我错字吗？你们花五分钟只能盖出这种东西吗？哎，有 feel 哦。看这个。证明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错字，大家超爱的。可是那不是电影，好可惜。快点啦，法师！你每次都好久。哦，快枪！那是什么？
放弃了啦，放弃了啦，猜你是想得到的啦。哈基就猜你最喜欢的电影嘛。零零七有戴绿帽吗？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零零七应该是绿灯侠才对。应该有吧？绿灯侠，那应该是罗宾汉吧？清风侠，清风侠。罗宾汉不会拿枪啊。简直好可爱！哇塞，这也太难了吧，阿敏！有这个电影？这个有点难。罗宾，你在乱猜什么？我根本没听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只要盖出那人设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盖住人设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努力了。速度速度！这是什么电影呢？根本就没听过，你乱编。放弃了，自己编一个电影，不要放弃，超气耶！要搬桌，我以为有那个，我以为有那个电影嘛。啊，所以真的是乱猜的哦。我不知道，乱猜啊。那个真的，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哦，好可怜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会啊，峰哥，下一题就会了。下一题，你就乱。我要先把那个东西盖出来。我刚要吐血了，超级，都快掀桌打人了。我觉得我光是盖这样，人家就猜出来了。这很难，这么有信心？对啊，那题我猜很久哎，我连听都没听过哎，有人看过这一部哦？今天去看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啊，你认真，来得及。哎，你那个我那个起码还是电影，那个哲平根本就不是。我很努力的，我也没看过，没看过。那个只是你没看过而已。跟哲平不是电影，不是同一个等级的。你真的好生气哦！你怎么那么生气啊？不要生气啊！不要那个白色。等一下你猜题就知道了。我们等下看看哲平到底用了什么。等一下你猜题就知道，姚一等下就会猜我的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快就可以体验了。我觉得，对，来不及了。那看完刚好时间到。不对，不应该这样盖。过了。嗯，金刚领域。我刚刚说下一题不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放弃挣扎了啦。不会比较好。其实主要是只要是你盖就。就是，我也哇，阿比阿比很会说，没有，会不会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东西就变得好坏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屌，我自己说自己屌了，超屌了，真是自肥耶，超肥。对，我自肥怎样？哇，嗯，难怪越来越肥，有没有？可恶。秋风，你也只是因为懒得出门买食物才会变瘦的，怎么样？懒得出门？不，现在才有钱可以买食物了。骂叫吗？很嫉妒哦，很嫉妒哦。这怎么感觉好像要？怎么感觉好像要杀他？哇塞，我觉得我盖的很 OK 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怎么转向？这最好猜不出来，完全猜得出来啊！行。哎呀！手上那还可以有那个，有没有？完美。哦，我知道我要加什么。厚一层好了，厚一层。瑶，如果你能猜到跟这个题目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我就输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只说，如果你要说，我就我看到你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一次，好不好？看到一次叫一次。哦，好爽哦！这样等一下一定要猜出来。聊天室各位加油加油！不要要靠自己。聊天室的都讲就不算了。什么啦？完了。哦天哪，不是，好难盖哦！天哪，哎，糟糕糟糕，还有74秒，还有74秒，峰哥对不起，别放在你拜托猜一个电影名称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，很有感觉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一定猜得出来 ，easy。我是还没有按哦、喔，我还没有按，我已经好了。我觉得我真的超尽力的，好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巧克力加油，可以啦，你要相信我。哎、欸，二吧，
不对称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什么？不对称？对，那个视频，我把你刚刚那四个字拿去 Google， 看到自己的影片。